Thank you.
撞。大家好，我们是 Never Before。很久没在十三俱乐部然后演出，然后下雨天来这么多人很高兴。然后最重要的，对我们来说特别特别荣幸的几件事情，第一个是跟我们的老朋友 Electric Lady 然后一起演过好多遍，然后在这儿又演了一次。然后第二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是，我真的没想到邯郸的朋友鸭嘴兽然后他们带着他们整个乐队然后过来，然后给大家一场精彩的演出，因为我们巡演路上跟他们演了很多次。然后当然最重要的事情，今天来的所有人，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下一支特别特别牛逼的在亚洲乃至全世界有影响力的一支乐队藏历鹅，所以在你们造的同时保持体力，然后留给他们。对，当然我觉得今天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从来没想过我们会是一场演出当中最快的乐队，今天我们做到了。对，然后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因为在这半年，然后大家都看到其实我们换了很多次人，然后荣幸的是我们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然后让这乐队一直没停掉，一直在演出，去越来越多的地方演出。所以今天我们的鼓手孟，然后非常非常感谢他的加盟 Never Before， 然后还有来自日本的贝斯手有希子，然后对，非常感谢。然后特别荣幸的告诉大家，然后兽已经摆脱他的破烂官司，然后终于安心的来中国玩摇滚乐了，对，出狱了。所以下一首歌Killer or Survival， 扭动起来吧。Thank you.
天的最后一首歌 Boom。Thank you.